照 list， 我们乘坐观光巴士，然后夜游下石植物园。等我出差回来之后呢，就把之前的约定一一实现。你要去几天？我一天就回来了。那我要好好准备一下。最美好的时光就是现在。下石植物园站到了，到站下车的乘客从后门下车，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走好。几点啊？应该还有一个小时才关门啊。
Hello， 有没有人呢？有人吗？有人？干嘛？啊？休馆一周？不是吧？有人吗？啊，算了，要不咱们回家吧，反正都下雨了。没有人，走了。不过可是走了走了，就这么回去好浪费，我懒得来了。有蜘蛛。哎，你慢点儿，你等等我。李倩，你慢点儿。快点儿。哎，林老师。啊。你过来。干嘛？你过来。我。你干嘛？过来过来，跟我一起玩。喂，我不要。等一下。干嘛？休息的。还在中场休息的。快点，李倩，我等你呢。给。小猪吗？粉色小猪，小猪佩奇吗？你好，我是小猪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。小猪佩奇喝果汁，真的一点都不像。林老师，不要偶像包袱这么重嘛，你跟我一起跳啊，或者是踩水坑，二选一。我。